全明星林湘比基尼剑客太香了，郭宏志我代表台湾，千姐不屑回呛。拍手！是我比赛，宏志加油，宏志加油！跟你们说，我代表过台湾很多次，好不好？哗众取宠。全明星运动会休兵日，红蓝黄三队来到台中力宝乐园，不只有领队厮杀场面，连队经理都聊了可以上场比赛哦。对，其实沙子还没有点烫啊。可爱，可见，没事，按脑一下。可爱，暂停。钱姐帮黄队喊暂停呐、啊。你们赢，游戏要赢，不要放。好，是。好，来一下。OK， 好，小妹妹预备。好，小妹妹。批评吗？你们？我要被伤打了，哇，这已经没有了。现在你只会脚是不是？全剪这么高，这个真的要收很多力了哈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好顺风。哇，这个前滚翻。哇，行飞。好，接下来轮到的是黄队的飞棒林湘，往前冲。睡，稳稳的站起来，跳一下再跑出第一步，接着。好，轮到蓝队的第三棒黄宏轩。哎呦，干死了！怎么那么快？还跟我们说他有多厉害？会。夏普阳一鼓作气多次，夏普阳。三秒之后会冲过去的，夏普阳。三秒之后会冲过去的，夏普阳。张嘉森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跨栏王者，谁才是跨栏王者。对，你这只猫乌龟，对，你这只猫乌龟。好害怕啊！不要害怕，哥，你说有阿香宝贝。输完不输阵啊，小小郭也登板了，赶紧把自己换上场跟全姐对决。没过，我有郭宏志扑身救球，对啊，怎么回击挂我？看球啊，在哪里？好像不想结束，你看。哎呀，これ好き。